下还有一只，这边有两只，有没有？哦，因为在这只飞过来的时候，底下有声音，有一只飞过来的时候，这边有了声音啊，我现在应该找到了 ，OK， 两只出来了，这两只啊，现在那两只在尖端的上面有两只。哦，那是更是那幼鸟都在飞了，对不对？它那个三角出来。